你知道吗？听说啊，牛仔的鞭子被按改了。君观山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有人格，我是你们大老哥呀。这两天呢，一直有小伙伴跟我说呀，大老哥，你能去做一下牛仔的测试视频吗？好像真的被改了不少啊。是吗？哎呀，说起来好尴尬。先说好啊，作为一个不玩牛仔的我呀，如果很多地方测试的不到位，哎呀，牛仔大神们可以再补充啊。我总结了一下呢，小伙伴们提到最多的呢，就是牛仔的鞭子技能呢，不能再跳过被封窗的窗户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看技能描述呢，是没有提到这一点的哈。那我们去实战看一下效果呀。首先是不带封窗的监管呀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还是和之前一样的，牛仔呢可以直接飞进建筑里。那如果带了封窗呢？好像真的过不去了呀。看来呢，以后牛仔面对带封窗的监管不能再愉快的提了呀。还有就是医院的鸟笼的窗户好像也进不去了。是的，就算监管人没有带封窗呢，也进不去了。哎呀，别急，还有呢，湖景村的大船呢，牛仔也上不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牛仔呢直接掉在了大船的底部。哇，直接上门送落地刀，监管还不美滋滋呀。不过呢，奇怪的是，虽然湖景村的船上不去了，但是月亮河公园的二楼呢却还是可以直接翻进去的。不管呢监管着有没有带封窗，居然都可以翻进去。难道策划把这里给忘了？当然了，过山车的站台呢不带封窗呢是可以跳上去的，带了封窗还是一样的自闭。最后呢，也是实战中经常用到的呀，那就是牛仔的鞭子不能再打断小丑的拉锯了。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点哦。还有小伙伴说啊，牛仔呢不能侧跳了，也不能顺勾队友了。反正就是按靴了。小伙伴们对于这些改动感觉如何呢？你们还知道哪些牛仔的细节改动呢？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、转发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，拜拜。